串好了，串好，张立总呢？数，三立总，过来，行吧？数数啊！下来，不是数犯病了，是咋回事啊？不是，我不是你下来犯病了，数数数，你听我解释，数啊数，哎呀妈！站住，数，不是你听我解释啊，妈数数。你听我解释，解释个屁！你俩净干这些需要解释的事儿呢。不是昨天他是找他，我都赌一屋了，你还不承认是吧？没有，他找他俩，谁找的啊？不，你别瞎想。昨天我在这呢，我能给东哥作证。对，你听他给做，你说你能做个屁证你啊？上回他跟桂香睡觉的时候，你不也在吗？你能做什么证呢？往死打！没，哎呀，你还说啥？还说啥，张总？我说，我就想跟你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解释？啊！你闲不着是不的？大早上的吵吵啥呀？吵吵吵吵！哎，不是张立东，哎呀，昨晚上这不睡一块儿了吗？谁跟你睡一块儿了？要不要脸？要不要脸啊？他说话你也信？还叫不要脸呀？这都啥年代了？男女喝多了那睡一块儿，那不很正常吗？正常个屁！正常！你知不知道他有未婚妻了啊？那又咋了？他俩结婚了吗？不是没结吗？现在叫男女恋爱自由，你懂不？谁跟你恋爱自由啊？你给我注点意我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你是他爹吗？不，不是吧？那你管那么多干啥？我跟东哥啊，那也就是非常纯洁的男女关系，是不？谁跟你是纯洁男女婚？是，是。行啊，赵连长，你轻点。哎，别吵了，吵多了伤元气，我就先撤。昨晚那个酒啊也没喝够，今儿晚上再来找你啊！滚犊子！张立总，你行啊你啊，你真是不挑食啊你啊，什么货色都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你要不上西餐厅找我去，你永远别回家去。叔，你就整这么个玩意儿？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你想从话解释去吧你。叔，叔。茉莉，叔，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解释。你干啥呀？你问他干啥？说是上桑涛家住，是不让我生气，实在是方便跟那小丫头骗什么鬼混。哎，王叔，合着我是挡箭牌呀？你以为你是啥呀？啊，你以为他是真跟你好呢？你拿真拿自己当根葱，谁拿你蘸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昨天晚上没有他，他俩不一定干出啥事呢，我都不敢想。春花啊，昨天晚上我上桑涛家住去。完了，半道那个茉莉开那老破四轮子就干来了。你说他俩一顿喝酒唱歌，哎，对，还弹那老破吉他，我啥也没干。东哥，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。那怎么的？我虚心求教还有毛病啊？把嘴给我闭上吧！你把嘴给我闭上！那说话不挑重点是不是？春花，你是没看到那一幕，我跟你说，跟上回卡麻袋的事件跪香是一样一样的。爸，那茉莉明显就是小孩脾气，你跟他一样的干啥呀？他故意气人的。多少次了，这啊，一遍又一遍的是。张立东，哎，老师，你干啥来了？我大老远看王叔给你撵这儿来了，好歹我不是这事儿当事人吗？那我不得做个阐述啊？你阐述什么阐述？你这有脸跟他阐述啊你啊？我不就跟东哥睡了一宿，至于吗？就这小丫头片子啊，说跟别人睡一宿，像不嗑瓜子似的，这事你也忍呐？春花姐，你得相信我俩，真啥事儿没有，就单纯睡了一宿。不信你问东哥。滚犊子！人一多你就说我，一多你就说我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我先走了啊。看着没，看着没啊？这都多听话了，还说没事儿？不是叔，他，你就演啊，你就往上演，听着没？那我演啥呀？你忘了，昨天晚上睡觉把我胳膊都压麻了，好心没好报。走了。那浑身是毛，说别人是猴啊？还演戏，你俩演的像样播吗？啊，不演戏吗？来，我给你演来。这世界很酷。